举手工，哎，举手工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好，有没有同学是学水利工程的？好，没有哈，这个好，那我们写一下定义好了，好，写一下定义。好，好，这个大概哈，写一次哈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就是从这个湖沼河川啊等呢，来引取这个必要用水的设施啊，好，这叫取手工。好，像这样定义了解啊，是最好最方便的。好，就是回去的时候，好，就 Google 一下，然后直接看那个什么图片。好 ，Google 有一个你可以直接选图片，有没有？那个东西就跑出来，你就会有一个印象，好，你就会知道，好，你就会知道。好，像最近那个，好，苹果不是？哦，他报了一篇那个曲美凤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曲美凤说要感谢那些没有看过影片的人。哦，就我看，哎，曲美凤，哦，我就去 Google 一下，要点一下图片，哎，哦，就出来不该看的，哦，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哦，应该很多人看过，对。哦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最早版本还是立法院那边流出来的。哦，那就一群人在那边研究，其实没什么好看，拍得很模糊。哦，那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谁？宋楚瑜嘛。有没有？他最后不是接电话说，哦，那个宋楚瑜什么什么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就开始讲，哦，所以后来宋省长就不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运势就比较不好，没有了，哦，这我乱讲的，我乱讲，哦，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些名词不知道的话，哦，你要用图像记忆法，哦，就回去看一下那个图，哦，看一下那个图，哦，那个图不要乱引用哦，哦，不要乱引用，哦，如果你要引用，你要注明出处，哦，因为像我们实务在处理啊，哦，就有一些，哦，这个专门摄影的人。像同学应该有喜欢摄影，好，那摄影的人他就把它放在网络上，哦，这个你们注意一下，这题外话。然后放在网络上，你看很漂亮，你就会转寄，对，引用啊，不然放在你自己 blog， 他就会告你，哦，然后他告你的话，哦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谈和解金，哦，然后他就是靠这个赚钱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那个用人家图啊，哦，这个要特别注意，哦，反正你就回去再看一下，有那个印象，哦，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另外水门，哦，水门应该没有问题嘛，哦，就是。哦，比如说，哦，这个像有那种排水的水门啊，哦，你把它打开就可以怎样，就可以排水嘛，哦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哦，这个门在那里把它打开，哦，就可以把水排出去，哦，这种水门，哦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渡槽，欸，渡槽这个要写一下，哦，渡槽这个，哦，一般比较少，哦，比较少用。所谓的渡槽，哦，就是输送这个渠道水流的这个什么架空的水槽，哦，这个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啦，哦，它那个立体图比如说，哦，像这样子，啊，我画的是平面的啦，哦，是平面，哦，那它这个，哦，它这边就可以怎样，哦，就是会有水，哦，然后是架空的，架高起来的，哦，架高起来这样子，哦，回去一样，哦，就看一下，哦，好哦，那接下来，哦，看到水桥，哦，水桥，水桥这个很简单，哦，水桥，哦，桥应该都有看过吧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看过桥嘛，哦，那桥啊，哦，我们一般桥就是这样，哦，我现在都画平面的，哦，比如说这边一座桥，哦，那我们就在上面走路，对，哦，在上面走路，哦，不然有车子，哦，吧吧吧，然后水桥就是怎样，这里面是水，哦，这面是水，那个就是水桥，哦，所以上面是什么船，好，哦，这些在走了。好，哦，那在我们这边就是什么灌溉用的，好，哦，这就是水桥。
就跟桥一样，只是它里面是水。好，那像欧洲他们是真的有那个水桥很大的，好，里面就是船在走了，船在走，好，这就是水桥，水桥，好，就是那个路面就变成水，好，一样，好，你回去，好，如果还不了解可以，好 ，Google 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这个哈可能也比较难的哈，这个叫什么叠水宫，好，叠水宫哈，这都是一些专有名词，好，那你第一次看过去，好，就会知道。先了解定义啊，好，回去再看一下图片哈，就没有问题。好，一样哈，我们来写一下叠水宫。这叠水宫就在渠道里面放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水流的石块，或者把它做成阶梯啊，阶梯这个形状，就一阶一阶这样下来。那这个我记得 Google 一下，那个图还蛮不错的，一看就知道，这叫叠水宫。这个你就大概稍微了解了，大概稍微了解。然后暗渠这个比较简单，暗渠就是什么，在地下的，在地下的。在地下的，这看不到，在地下的，这个渠道就暗渠，暗这应该没有问题，对，敌明我暗，对，或者敌暗我明，这个暗。好，那这主要有几个专有名词的，这我们第一次先把它稍微了解一下，然后量水设备这应该没有问题嘛，量测水的设备等等，共计有约18万座，分由各地的农田水利会管理营运当中。好，这讲到第四页这边这个水利的设施的现况。好，那第五页这边下面水利会分布图看过了，对。好，然后看一下上面这边。好，这个组织架构最上面的老大就是农委会嘛，行政院农委会。好，左边有一个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。好，那右边这个农田利利处，那个写错了，应该是水利处。水利处。那个利利处应该是水利处，这同学改一下，水利处右边有没有？就是农田利利处吗？有没有？那应该是农田水利处。利利很久没有看到，对。利利是跟小镇在一起，有没有？那小镇听说后来去当兵是当海陆的，然后他的同袍就欺负他，就说小镇啊，你这个不太好，不过是新闻报，他说小镇啊，你连大象都骑过了。还有什么熬不过的？那小镇就这样咬着牙，那就撑过来了。他好像是2期还是3期的，那个就一个可以打10个的那种了。那他们差的真的差蛮多，他们差了32岁，加一下，如果比你大32岁，有没有大很多？很多，对。那女同学如果比你小32岁，很多还没出生，对。那个差很多，有没有？所以那时候造成轰动，造成轰动。没有啊，这跟他没关，这是水利处，不是利利处，水利处，所以我们说爱情是什么？盲目的，对，这个真的是很盲目的，这个爱到了就会这个什么受不了，就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好，来接下来，接下来，第五页下面这个没问题了嘛，这刚看一下，那七星柳宫这个在台北市，那水利会联合会，那个在台中，然后在台中。那这个主要我们后面39条会看到，联合会就是要促进各地的水利会什么合作了，促进合作发展的，这后面会看到。好，接下来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，这个严格，这个严格，就是它的历史啦，它的历史，这个严格，严格。好，这个一样，你大概稍微看过去有个印象，来明清的时候，明清明清，我们看第二行后面，这个皮圳都设有这个圳头，还有公厨，
哦，这个圳头就是看到后面就是管理用水，然后这个公厨就是修补啊、哦、这个圳路的。哦，根据史载哈、哦、历史记载，1895年，好、哦，1895年换算一下，清朝哪一个皇帝几年？哎，你们以前有背过这个吗？2050、6174没有，这个、光绪21年。